嗯，哎呦，便宜味儿，我媳妇儿。我这你说明儿给我舅子回点啥礼呢？我给我舅拿点螃蟹得了。真中，啊，真中。是吧？那螃蟹现在肥了，我明儿拿一百斤螃蟹。嗯，你现在这螃蟹，你小舅，我小舅能看上眼儿吧？你说。 嗯，一百斤螃蟹比羊腿贵多了。